女子在换衣服时忘拉窗帘，被男子看到，男子羞愧难当，女子去报了警，男子因偷窥罪被强制入狱。男子出狱后决定报复女子，于是换衣服时也不拉窗帘，刚好被女子看到，女子狠，于是女子又去报警，男子因耍流氓被强制入狱。